今天呢回来屏东，可以看到马上开场有一个烤炉，今天打算烤个好料的。我特地呢上网买了一个东西，我通常去烧烤店我都要点两三份，也就是我们的牛舌。我一定去烧烤店都要吃烤牛舌。这个牛舌我特地买了巨大整根的，然后呢不止买牛舌，为了要有比较，我还买了一个猪舌拿出来给大家看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牛舌跟猪舌哪里不一样。一定牛舌比较大吧。哇，哎呦，比老人的舌头比较还要长呢。对，它是澳洲安格斯只吃草的牛，看得出来吧？看，你有吃肉的吗？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牛舌，它为什么会有黑有这个颜色？它是乳牛吗？你在问别人还是你知道答案？我问他。因为我不知道。我跟你讲，这整条给你猜多少钱？那里面有骨头吗？没有，完全都是肉。我们平常去烧肉店吃的厚切牛舌是后半段，这边是最好的。然后薄切牛舌是中间，听说前面很硬，要用卤的。最好吃的是在这里。对，这里这一个猪舌。50块哈？猪舌那么便宜吗？对啊，不是100多块？没有，50块。这一个牛舌2000，哈，差了50倍。50倍啊！你看你，小朋友不能给他讲50倍。叶童老师的关系。妮妮说她很喜欢吃牛舌，我等一下烤整根的。我喜欢漂亮。它等一下我跟你讲，表面去掉之后就会变成你平常在烧肉店吃的一样漂亮。这个不漂亮吗？我感觉很可爱啊。啊，黑黑的那里要怎么办？就是有点可怕。对，舌苔要去掉，就是外面这个黑黑的，我等一下把它皮去掉。我们现在马上来处理我们的两根舌头，我们今天就是整根啃，吃个过瘾。OK， 我现在来开始处理这个牛舌。听说呢，这上面这一块肉的部分是不能吃的，所以要直接把它削掉。太硬了吧，爸，你这刀到底也是有，爸，应该是我力气不够，你来切一下好不好？我跟你讲怎么切好，从这边这上面这样子削下来。你以前是读那个指挥官系的吗？对 ，A 指挥。有这一系吗？我这个刀是买了100块，你给我用坏的话，你要赔我。我是客家人。哎，很好切啊，哪有没有力啊？很力啊。削给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我不。哎，有啦。你哪有油个逼？完了，削太多。现在大概剩下750克了。你哪会削啊？有啊，削掉皮了。是这样子削吗？对，是的。要人家胡扯吗？哎呦，我感觉很危险。等一下，来，我来削好了。好，你来。你看，其实蛮好削的。是吗？我刀子很厉害。费尽千辛万苦，终于把我们的牛舌处理好了。它的耗材这么多，这边可能就1公斤了吧？你爸爸费尽千辛万苦。我也有在旁边协助他，你看切得多漂亮，完整的一根。等一下，待会我们就直接下去烤。整根吃。我们现在来开始烤这个巨大牛舌，已经超出我的烤肉网了。暴龙，暴龙，烤起来！这是暴龙的舌头，暴龙的舌头要吃吗？暴龙，他要吃这个暴龙的舌头。我等一下跟我爸一人咬这边一口试看看。你有经过你爸的同意吗？有，他说好啊，然后呢，觉得不够熟，我们就把它切片。这一面让你们看到精华。我现在烤它这边油脂分布最漂亮的地方。现在来翻面哦，看一下它另外一面应该是没熟，它有点重。有熟吗？我看有啦。这个格纹是蛮屌的哦。还 OK， 我变成烟雾弥漫了，我尽快给它烤一下。现在先来试吃我们的牛舌。这里有换烤网的服务？没有，因为我们这边是客家的，没有在换烤网。不是，我感觉这边没有熟。所以我们先吃舌尖。这里啊？对。我更不敢咬。我觉得我牙齿快掉了。真的？这里。那我咬这边。好，你咬这边好。不是。好冷啊！哈哈哈哈哈！牙
道不同。你真买到最烂的一个。没有，人家真的有说舌尖通常没有在吃，因为它很抡。转变。哦，有，是脆的，是脆，是嫩的。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脆的对不对？有，我这边还没有熟。看来我们还是切片好了。来，我们现在把它切片下去烤，这边要做厚切。你也切太厚了吧？真的要厚。我们不怕人吃。对，好厚哦。越切越厚了。你是不是可以再薄一点吗？对，你这家店很容易。格纹它中间才比较会熟。哦，我在研究。有啦，我有在做功课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外面是这样卖的。哇，漂亮的格纹，好不好？也太大了吧！你 OK， 我们现在上一些葱叶，看起来很好吃的感觉，看起来就是非常的美味，可以的吧？我们场边有一位美女，很想吃，来，我先给她小片的，来哦，要帮我拍美一点，会会会。它不会硬，很嫩，很好喝。牛烧味吗？没有，是的。哎、欸，这个好好吃啊！哎、欸，你们吃了吗？还没，你先吃，你先吃啊！我用手机哦，太大了，好大哦，好大哦！嗯，很好吃，很好醉哦、嗯，真的假的？很醉，超好吃，看他们可不会晕哎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干杯！嗯，的意思是怎么样？屌打外面的烧肉店，是不是完全没有轮？是脆的，是脆的。不啦不啦，哥康姐，哎，哥康姐，哥康姐，真的好吃，好吃。那边烟太大，我们改来这边烤。烟大，我们来这边抽烟。上葱。上次是我们一个中间现烤牛舌，试看看。嗯，味道怎么样？我三打八的味道。一样很脆啊，哪有什么中间只能切薄片 ？No， 一样很脆，很好吃。你要先吞下去，我怀疑你可能要嚼个一分钟。真的好吃，不会抡，就嫩，自己买整条切就是不一样。所以建议每个人可以买一条牛舌回家自己煮。没错，赞。如果喜欢呢，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，拜拜。